当时台中有一个喜乐岛联盟，那他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展开，然后那时候声势很浩大，那时候我就有关注。那喜乐岛联盟它的 logo 就是台湾蓝鲸，那我觉得那个造型很漂亮，很可爱，然后能代表台湾，所以我就当时折这个蓝鲸来参赛。那时候折了大概12小时，用了170条气球，然后最后折出来的鲸鱼就跟床一样大，超大。作为给后进的建议呢，我觉得是说作品要尽量的原创，不要去抄袭。你可以从各个领域的东西来去获取一些原创的素材。那再来就是说基本功要做的扎实，你好好的抓取每一个。